是你的、啊、还要花言巧语看招国色你要干什么？这个是你要找的国色，看着了吧，问问怎么样啊。你为什么要问我呀？最讨厌花言巧语的男人了，接下来干点什么？大冷天的拉布尼塔，吃个冷水澡。哦，米翔，别开玩笑了，猪流感流行，感冒了会被隔离的。师兄，住手！今天算你走运，下次别再碰到我。哎呀，糟了，我师兄他中午好像去庙祠数了。哎呀，那怎么办？这个病以前有人得过，连微根三头都治不了。咱们先抬回家看看吧。哎，只能这么办。亏了。他怎么样了？好点了吗？哎，乐不思蜀还没有完全解除，想到我们要找的国色就是大乔，但是大乔为什么要乐我大哥呢？大乔自从跟她男朋友孙策异地恋分手之后就变得有点偏激，所以你们要找他帮助也有困难啊。哎，那怎么办呢？找西医老师帮忙吗？在斯坦福有困难，要找 ACSSS。你等等啊，我去给他们主席打个电话。谢谢，蜀山有难，全靠 ACSSS。你找去吧。大哥周瑜，他怎么样了？哦，在这边。周瑜，小凯，你怎么还会来看我？我就是来看看你那天放了我鸽子之后，该有多么的乐不思蜀。那天的事你都知道了。在斯坦福这个地方，大家一有空最喜欢说八卦了。我来不是想听你说对不起的，我来是想当面问你，那天你去约大乔，只是想借他的国色为你报仇，你不是真的想冷落我的，对不对？我约你出来就是因为错把你当成了国色，其实我根本不喜欢你。走。你，貂蝉。我大哥他只是嘴上说说而已，你不要往心里去了。你故意提他说吗？都是我自己犯贱。哎，我哭的样子是不是很难看的？是啊，不不只是很难想象你会为男人流泪。哎，斯坦福的人都知道我貂蝉喜欢男人为我决斗，喜欢用绯闻炒作自己，可是我早就厌倦这样的生活，我觉得自己就像生活在别人世界里的木偶，也是在看到你和珍惜之后，我才突然下定决心，我不要再做高高在上的公主，我只想成为忠于心里的那个人。忠于在。貂蝉，别来看周瑜了。谁来看他了？我来看你的小男友，是你吗？乖呢，我先走了，你们慢慢。哎，司马，我刚才问了 ACSSS 主席，他说要是乐不思蜀，需要得到爱心祝福。爱心祝福？对，斯坦福有一项古老传统，满月之吻。在满月之夜，老生在 main call 上向新生献吻，以示祝福。这也就是说，要让我大哥心爱的人在满月一上吻他，就可以解除乐不思蜀了。对。但是就是不知道你那花心的大哥喜欢的到底是谁咯。葛元凯。别扭了，我天。我就知道你会来的。姑娘给在下的伤也只有姑娘能解除了。哎，这么说你爱的还是我吗？如今啊，我也想通了，这年头做个单身女子实在是太难了。你看这大年初一是情人节，这正月十五又是中国传统情人节，这俗话说得好，
虽说我这么一女的，找了你这么一男的吧，那也就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不能自拔了。简直可笑！你以为斯坦福就你一个美女啊？周云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！只有我才能帮你解决诸葛连营重振蜀山。周云，你别被他蛊惑了，我还是骗你的。过来，你自己啊。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能